联盟是一款卡片战斗类手游，玩法跟一般的卡片战斗游戏不太一样。制作团队玩将工厂自己设计了一套新规则，玩家在战斗开始时的法力为零，需要牺牲卡片变成法力才能发动其他卡片。在攻击方面，玩家可以用咒语卡直接攻击敌人，也可以召唤生物到场上。不过生物每回合会自动扣50滴体力，体力被扣光就会消失，所以生物能存活在场上的回合次数有限。在法力有限的限制下，要怎么搭配咒语或是召唤生物攻击，就要看玩家的智慧了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